近日，演员赵雅芝在个人社交账号晒出一段自己的古风视频。画面中的赵雅芝穿着一件白色的古风袍子，头上还戴着侠客帽子。尘埃起到艳芳华，炎黄浩瀚牡苍霞，上下五千岁月似流沙，魂魄入华夏。网友们看见这样的赵雅芝，纷纷在底下漂亮留言。除了晒自己的动态之外，赵雅芝也经常分享自己和儿子的日常。爸爸让我给你准备了你最喜欢的花，你最喜欢的巧克力。啊，这个是代表我们三兄弟做给你的蛋糕，你最喜欢的口味。啊，这是哪个吧？对，有点热泪盈眶的感觉。